而且居然是在我最喜欢的一之二那边死掉了，真是。哇哦！哦哦！哇哇！哎，这个好难跳。无敌信念时效还算长。为了这个15秒的花，然后在这里浪费15秒。哦，有，不到15秒，但有赚到。哎，这次的人，哎呦，哇哦！我才要说是这次大家死的比较快。好，现在又没有人攻击我了，我可以悠悠哉哉的。耶！可都没有人攻击我，就表现说我很少怪物可以拿来赚那个时间了。在我吃无敌星星的时候来很多怪物就好了，但是没有什么怪啊，可惜。哎，我觉得我怎么我一个人在玩自己的，因为都没有人要攻击我还是干嘛。而且我一直在一样的关卡中轮回，哎，就一之一跟一之二，我也没有去别的关卡，也是蛮神奇的。哎呀，呜呀，哇哇哇哇哦！好，可是我的秒数还是有点少。至少要有个200多秒，甚至300秒才有办法拿到第一吧，我觉得。你看，我又回到一之一了，哎，真是神奇。超好加那个秒数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哎，这样你也踩到，脚太大了吧？哎，偏偏这个时候才进到酷霸城。哦，算了算了。无敌时间往前冲！
好，不要、啊，哎不过太多太多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按错钮了。来来来，给我一个好道具。真是的。哎喂，哎，我，哎。为什么那个加一台了？哦，在这里，里面害我踩半天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又不小心流到很后面了？哎、欸，来来来，哇，都没有人要攻击我，我的那个怪物数量都变好少。啊哦，有三百秒，有三百秒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又到这里来了？哦，哎、欸，对了，我觉得还是这样子用无敌时间跳过这一段，反正没有人在攻击我。嘿，哎、欸，我又回来一级一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运气是不是很好啊？嘿，嘿，我好像有机会拿更高名次了，是不是？哎哎哎，等一下！好，再来就是注意自己不要摔死就好了。我的死法大概就是摔死。有多少人啊？其他人可不可以赶快先去，安息一下？啊，没有刮过去。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们突然有个鱿鱼，这鱿鱼可以踩吧？好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赶快在这边再用一个道具。耶、yeah!！根本是神助攻啊！走开！差点摔死，差点摔死！哦，还好。哎、欸，还有两百多秒，然后又回到第一关。哎、欸，我运气很好、欸，超好。嘿、欸。那个加一台应该就不用再吃了，因为人家金币够多。嘿，哎呦，这个花真的是很难吃，可是你还是需要去吃它加那十五秒。剩几个人、啊？那个人可不可以快点死？是剩一个。哦，可以，我只要不摔死，不摔死就可以。这大概是我离冠军第一名最近的时刻了。哎，我要花十五秒再吃这个花。哎呦，好，哎呦，
好，再来是什么？嘿，哦，太好了，又回到一之一了。嘿，对方太会撑了吧，虽然我也是。好，我觉得对方的所在位置有点奇妙。哦，哎，我现在到了一个突然不认识的关卡。哎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怎么会在这种地方死掉？啊！崩溃！崩溃！啊！崩溃！哇！我只能说这一关因为地形不熟。我觉得我是不是太省那个道具了？我可能要多使用一点。我太省了，太节省了。我就是那种 RPG 都玩到破关了，然后一些稀有道具都没有使用的那种玩家。哦，这个花我一定要熟练的、快速的转完之后，就可以马上把它吃掉。一定要练到这个程度。耶！太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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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吧？你就那么刚好？哦，好，就是在看我能撑多久。我觉得我只要不摔死，我就可以撑蛮久的。重点就是在于会不会摔死这件事情。Well， 真可怕！啊，好多怪了！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太多只了，太多只了！光打怪我就拿了200多秒了。不是吧，死鱿鱼，赶快赶快趁无敌星星加秒的最好东西哦。喂，跳，我应该先把他们撞掉了。啊，糟糕，我忘记那个。
进来这边快速的吃个钱币就出去，多少赚一点了。哇、哦，那鱼是怎样？飞太高了吧？嘿，耶！哦，呵呵，糟糕。没关系，赶快！这一关就是什么都不要管，就赶快过去就对了，太危险。没事，被自己的操作给烂到一个笑出来，哎，哎，还不错啊，我都维持在300多秒，喂。飞过来，可怕！哇，不是吧？你好刚好！哎呀，赶快，道具，救救我！前面有个乌贼，你得给我香菇，算了。我只加一秒，哎，赶快香菇给我，哎，我这次又好像又到蛮前面的，对，哇，这个道具就有点可惜了。不上去，算了。冲！哇，算了，没关系，我可以。嘿，啊，哎呀，糟糕！哎呀。赶快！哦，太好，这时候拿到无敌星星。可是除了无敌星星，我可能还需要变大一点。哇！哇，是这个容易摔死的关卡，
怪太多了吧，我可能需要吃个花，不然这些怪。赶快道具，道具来吧，有了花。不是吧？那么刚好你就从两个乌龟中间降落。哎呦，哇哦，差点摔死！我，请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哎，那些乌龟在干嘛？好浪费时间。哎呀，我会被气死，我会被气死。哎呦！赶快先在这边再甩一个道具，哦，好吧，总比没有好。可是，糟糕了，我现在没有道具可以用了。好了，我好多好多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哇哦，怎么那么刺激？不要这样子！你们看得出来我在挣扎吧？非常努力的在挣扎，活着，为了活着，为了生存。哇！哎，不要！哎。至少跳高一点，加个五秒也好。怎么又是这关？糟糕了，又是摔死人的关卡。出来这关我都觉得就是要我死的意思啊！我现在是第三名，对不对？好。喂，跳！哇哦！哇！刚差点就身亡了。哎！哦，太好了，一只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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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让我心灵获得休息一下。需要这个酷东西。哦哦哦！哦哦哦！转转转转转转，好多分数，转好多时间。转转超转，刚那个无敌星星超转，哇哇哇为什么库巴在这里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大，对不起。我们先躲到安全的地方，然后吃道具一下。无敌星星。好，无敌星星，至少这地方可以赶快过去。我的秒数好多、哦。哎、快400秒了、欸。啊，怎么又这一关？怎么又这一关？这一关我觉得很不妙。哇哦！哎，刚刚好。哎呀，不是吧？我。
着，呜，喂下，哇，糟糕了，又是不熟的关卡。没关系，不要摔死就好，不要摔死就好。我现在就看是对方先死还是我先死。为什么又有酷霸在这里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离开，我离开。虽然我记得这里有加一台的，可是，哎呀！我们先离开这一关再说，看能不能再回到一之类我比较熟悉的关卡。在这边吃个道具了。赶快赶快，赶快，这时候就要开始拼命闪了。哦，无敌星星。对方好厉害哦！糟糕，我把酷霸还给你。我差点跟着那只乌龟一起下去。啊，糟糕了，我要死了。加的有点少，哇！啊！为什么我想要去？我第一名哦！对方比我先死了吗？对方比我先死吗？耶耶耶！在我摔死前，对方先死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耶耶耶！哇哇哇哇！耶！我比对方多活了可能零点几秒啊！耶耶耶耶！这个要截图，这个要截图。好了，这款游戏我可以不用再玩了，然后我就可以跟他说，哦，我才玩，哦，我等级才24，我就拿到第一名了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到处去炫耀这件事情。好累哦，好累，好累。好啦，那我今天直播我们就在这里，就是留下一个完美的 ending， 我们就来结束今天的直播吧。感谢大家收看了，我超开心的，超开心的，终于拿到这个第一名了。既然都拿到第一了，我可能就是舍不得破坏它，可能就不会再玩这款游戏了。好啦，那就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